饭都做好了，这人还不出来，你啥干啥呢？来了。哎呀，这么能好吃呀？尝尝吧，看看我手艺。太香了，聪哥。问个问题呗。啥意思？就是天天刷车，啥时候能攒够钱娶啊？真的。你看啊，凡事你不得从小做起吗？踏实点，咱们得一点点来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挣钱这玩意儿不能着急，慢慢来。你不能小钱不喜挣，大钱还挣不来。我相信聪哥以后就是张总，张老板，张总。哎，老板，现在要不然给我们开个会吧，提前体验一下子。哎呀，老板起范儿了。哎呀，好，换个位子，坐中间嘛。这个提议特别好，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。咱们以后啊，咱这家不能碗里带男人或者女人，尤其是女人哦，不能往回领啊。你说。但是我想说一下，我有个朋友，他过几天要来，他可能要在咱们家住一段时间。住咱这干啥呀？你让他住酒店呗，不就完了吗？刚来找工作，寻思。那你都答应人家了，那也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那就等他来再说吧。嗯、好，谢谢老板。好吧。谢谢啊，没事。咱们赶紧吃饭吧，你。啊，行，那吃饭吧，有事及时上报啊。好的，老板。你们先吃着啊，我去拿个东西，我才想起来。老板，你得吃饭呀。嗯，等会儿。老板，哇，衣服啊。啊，这不挣点小钱吗？给你买了身衣服。那我试试。嗯、啊。哎呀，别跑卡喽。哎呀，好看，聪哥眼光行啊。都吃完了哈，那行，那我刷碗。啊，等一下。我说。咱们给我来我们地方呗。咋的了？来，再看看，我给你放洗澡水，三天累了吧？赶紧快洗个澡！哎呀，这大浴缸也太得劲了，还有玫瑰花呢，真行。那你洗吧。不对，我去取个搓澡巾去啊！完了，我得洗。哎，等会儿，那个晚上你咋睡呀、我就躺我那屋，沙发上睡呗。那个沙发能睡吗？能睡，咋不能睡呢？挺好的。哎，等会儿。咋的？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啊，你问。假如晚上你在这睡的话，这两边你选择哪边啊？别闹，我也不搁这睡，我选哪边干啥呀？嗯，行，我去求找金去。来啦！啊，好的，哥们儿。哈喽，这不之前的房东吗？啊，不是，我不说不让俺家里领人吗？是咋他来了呢？他之前不是要请俺们吃饭吗？完了没去，寻思要他上咱家来吃一顿。啊！你进来啊，你。行。我切菜了。你切菜啊？啊，行。哎，等会儿。我切就行了，你别来，我来，你歇着去。切菜啊，我帮你切呀。啊，哥们儿，这行，你就切那菜就行。切这个是吧？好嘞。哎呦，我得洗下手，我就没洗手呢，回来。这个咋切呀？啊，我媳妇，哥们儿。啊，我来吧。我不知道你想要做啥。我来吧，你去洗吧。不是，你要我说啥意思？房东，你看你是客人来了，咋能让你做饭？没事，不错也行。没事，今天我给你们露一手。啊，那辛苦了，那我就歇着去了。这话说的，我也会做饭，昨天没给你们做呀。但是聪哥，你做的饭有点一言难尽。这个你们要是喜欢吃的话，以后经常来给你们做。啊，经常来做啊，行。那你们先等会儿啊。啊，行。哎呀妈，还挺不客气，经常来做。鱼来了。哎呀，这鱼炒的挺漂亮啊。不错。嗯，挺好。送你这多。啊，这送我不能要房东，你心里有心里吗？这是给你买的，啊、你拿着，我这不能要。这太客气了，这第一天来，谢谢啊、这又炒菜又送礼物的不好，太讲究了。你这样，我送你一个吧的苹果耳机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嗯，啊，谢谢这样你做双眼皮儿别老看手机，没啥事拿耳机听听歌，听听小说啥的。行，这个垃圾桶垃圾嘛，我去倒垃圾。啊，这垃圾是怎么的？扔哪儿了？扔楼下去了？嗯，对啊。咋这么长时间呢？不会咋的吧？啊，瞅一眼。哎，咋的了？这个门关上，开门吧。啊，开不开门了？哎呀，完了，房东啊，我家这门坏了，你看我该掰掰不开了，这咋整啊？这门，我那个告一下你密码，哎，你输一下密码。啊，778899，你看好不好使？我、试试。啊，你试试。啊，不好使啊！完了，那门坏了。那你这样，你在门口等一会儿吧。等一会儿，完了我修一修啊。啊，你等一会儿。走，让他等会儿，吃会儿肉。行了，人毕竟来了，快点进来吧，别逗他了。是，赶紧去。行了，一会儿得。行了。哎。好了，修好这门有点不太好使。行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久等呗。还有几个菜？
还剩一个，你稍等我一会儿啊。啊，好好好好。你炒的那可能不太好吃，大家多多担待，好不好？行，挺好，挺好。那个我上网查了，就是你刚做完双眼皮吧？啊，嗯，得吃多吃点清淡的，好吧？来，给你加块鱼。啊，不用加，你自己加就行。不用加，你客气了，房东，你不用给他加。来，宝，我看看你眼睛好点没？嗯。啊，好点了吗？那，哎呀，好多了。你懂吗？这不是，这是我男朋友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你们两个谈恋爱了？啊，没跟你说吗？我俩谈恋爱谈好长时间了。哎，吃饭，吃，快，行，坐坐点，方总，吃饭，味儿挺好，坐的挺好。嗯，来块馒头，真不错。那个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然后我这先不吃了，我去处理点事儿。嗯，啥事儿啊？你这刚还没一口没吃呢。没有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你先吃吧。那个房东，哎，还有个事麻烦你，那你刚才那个拿那个垃圾呀、啊，门口那几个垃圾，你方便帮我拿去呗？啊，好，谢谢了啊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咋回事？咱们赔钱。赔钱？啊，房子都退这么多天了，押金都退了，怎么又赔钱了？喘气儿了，来，走，先看。房东，过来了。啊，咋的了？我之前没仔细看呢，啊，一看，你看这门，这块还有这个。啊，还那泡沫给我堵上了啊！那包括这墙面、地面，这都有损坏的。啊，是确实这个坏我们认，哥，你看得赔多少钱？你算算。这门呐、啊，这门这地一个得5000。你开玩笑呢吗？这门5000块钱太贵了吧？我花多少钱买的，我能不知道吗？这门一看就不止5000块钱呢，200块钱吧。200块钱。那你算算一共得多少钱？一共啊，一共加在一起我也不穿多要了，给我10000好。这还不多呀，玩呢。行，10000就10000、啊，我赔你。那个，不过我今天拿不出来这些，嗯，我先给你拿5000行不行，哥？剩下的我慢慢还你，行不行？我说，你说你咋混的呀？你挺大个人，你兜里连10000块钱拿不出来。哎，你解析我了啊，我是混的有点不咋地。那个，要不你给我便宜点？又不是不给你钱，你说那些干啥呀？啊，真的，我把钱转给你不就行了？不就张聪这样事儿的，挺大个人，兜里10000块钱拿出来，你跟他处，你图啥呢？谈恋爱不一定非要图点啥呀？有些人看着表面光鲜亮丽，接触了之后发现其实没那么好。张聪虽然看着很狼狈，但至少我跟他在一起，我觉得他这个人又踏实，还能带给我开心。你觉得好就行，张聪啊，努力吧。我在杭州有3套房，你啥时候能有一套呢？哎呀。你不用跟我炫耀这个，真的，你有的呢，我现在可能没有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通过我的努力，有可能会有，但是我有的，你永远你也得不到。行，你快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赔我门钱。我又没说不赔你，你也知道我家在哪儿，你最多给我半个月时间，我肯定给你凑够，行不行？行，这样吧，我也不难为你了，你现在工作是刷车是吧？啊，对，刷车。对，你去给我刷一个月车，随叫随到，就抵你5000块钱。可别整没有用的了，我们把钱给你就完事儿了呗。把钱转给你，你自己给他。不用，嗯，我这钱我自己给就行，不要你们拿。你不能去给他刷车去。行，我给你刷。行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说定了啊。好，你啥钱回去？没事没事，你啥钱回去我就给他刷。是这个车吗，哥？对。刷。啊，行，你刷。哎呀。不用你刷，你刷，快，听话听话，你刷赶紧先回家，我自己刷就行。这儿挺冷的，赶紧。擦吧，别比较小气。好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了，飞驰中旋。给你，钱你拿着。改呀、啊，给我钱改呀、啊。你说干啥？我生气啊！明明钱可以解决的事儿，你为啥要给别人刷车呢？你看我不都说了吗，这事儿你不想靠你，你就让我自己解决不行吗？啥叫不想靠我呀？我是你女朋友，靠我丢人呐？啊，对，我现在就觉得靠你丢人。女朋友给你钱拿着呗，反正你现在兜里没钱，干啥都得用着。你赶紧给我放这儿，不能拿。聪哥你也是，让你赔那些你就赔啊，知道吗？你看咱做人是不是得讲理，咱把人东西弄坏了咱就得赔人家呀。他就是相中阿珍了，故意刁难你。我知道他故意刁难我，所以就这钱我更得一分不差的赔给他，知道吧？赶紧把这个钱你揣着，我不能要，快拿着。行吗？你咋的？你坐这看会动画片呗。我先回房间了，等我忙完出来看吧。行。
啊，等你啊。再说 CC 你这鞋有点臭啊，我今天给你刷完之后我再感染手气了。我这鞋老香了，你快好好刷。行行行，我帮你刷起来鞋了。啊，哎妈，那个啥，我给 CC 刷鞋呢。啊，你穿什么鞋？他让我给他刷的呀，一双给我50块钱呢。对，还能挣点钱。别刷了，你是不是过分了 ，CC 呀？不是，咋的了？这是我男朋友，他在外面受完委屈也就算了，回来还要受你委屈，给你刷鞋啊？不是你啥意思呀？我不好心，我寻思让他挣点钱，要不然他5000块钱啥样能凑够呀？是的。别吵啊！这宝别吵，你看我给谁刷不是刷呀？对不对？你要拿他当朋友，你就别让他给你刷鞋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把他当朋友了，要不然我这钱给谁不好呀？那你觉得你这个方式对吗？你方式多对呀，直接把钱撇在他面前呗。你对，得了，用不起，自己刷吧。哎，别 ，CC， 你看，我还想挣这钱呢。我回来了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就等你吃饭呢。都整好了啊？哎呀，这太行了，都是你爱吃的。你俩整的啊？嗯。不是，阿珍呢？没给你们整的。今天一天就搁屋里闷着了，咋就不好使不出来？那怎么回事啊？我去看看去。那钱嗯，宝宝，阿珍，阿珍，宝宝，哎，你干啥呢？我回来了，你咋不出来看看我呢？不吃饭了，你干啥呢？我吃了，你们出去吧。咋有病了？咋的了？你难受啊？不是，我现在眼睛不好看，我不想露出来。哎呀，妈呀，挺好看的。谁说的不好看啊？我觉得很好看。一天没吃饭就搁屋里闷着，你这不越闷越磕碜了吗？要你这还没消肿呢，消肿自然了就好看了。我瞅好看不就行吗？那我挡个眼睛吗？你要挡眼睛这么的，明天俺俩也去做个双眼皮陪你。哎，哥哥，那不行，我也拿一个。我仨陪你通干股共患难，我仨一人拿一下子，这样咱四个都磕碜不就完了吗？这在这自卑了，没自信了吧？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！哎呀，王宝最漂亮，多美呀！显得特别的容光焕发，倾国倾城。我这两天都睡不着了，我就在想，我要变不好看了，你会不会嫌弃我啊？那咋可能？其实这样也挺好。我跟你们说，男人吧，没钱就自卑；女人呢，容颜不好看就自卑，对不对？现在咱俩都自卑，咱俩正好了，你俩互补了，互补了。你先吃饭行不行？你给别闹心了，因为这点事儿啊。笑死我了。买柚子给你吃，就是想让你败败火。过两天消肿就好了，知道吗？让你败败火。哎，我觉得挺好，这才几天呀。快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？咱办这个家还没有庆祝呢。哎，庆还用庆祝吗？哎，真的，咱们应该庆祝一下的。咱举一下杯吧，举一下碗吧，庆祝一下吧。干碗、都搬了十来天了。你明儿该上班上班，反正我在这儿就跟你说一句话吧，无论你啥样，我都爱你。但说实话，我一点不撒谎，真挺好看。我觉得比你原来眼睛大了，而且有气势了，对，对不对？精神头。你现在是没消肿呢，你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，你永远记住啊，你的美是给我看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觉得美比啥都强。对。吃吧。好，今天必须吃一碗大米饭啊。是。刷完了，赶紧开车走吧。我感觉刷的不是很干净，不然再刷一遍吧。你是不是给我俩找事儿来了？这车刷的不干净，啊？你再刷一遍咋了？那你不玩呢吗？那刚刷完的车哪有再刷一遍的？赶紧，快走。嗯，我一个人太无聊了，想在这陪陪你。在这陪我？那你不去上班去了？不想去上班，我怕别人嘲笑我眼睛。哎呦我的妈！谁能笑话你呀？这不挺好看吗？都说好看了，你这样。我们说你不信，我给你随便找一个我同事，群众的眼睛雪亮的，你看他说好不好看？你等会儿。哎，铁棒。嗯，咋了？你帮我忙呗。忙点的没空。我给你转20块钱，你就帮我说句话就行，行不行？20块钱。啊。那你想转给我吧？哎，行，那我转给你，我转给你，来。好了，过去吧。啊，看一下，好好看一下。嗯，中。啊，收到了。等我哈。你那什么？上话你。我女朋友在外边呢。嗯。你就过去夸她长得漂亮。哎，就有多漂亮你就夸多漂亮，可以行？谢谢你，能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来，张子、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、哦。谁呀、啊？这个是我同事，叫铁棒、你好，你好。铁棒，你就说实话，我女朋友长得漂不漂亮？你长得非常漂亮，非常带劲，非常好看，是吧？漂亮。我那来忙了。啊，行，你去吧。你看着没？我同事这么说的呀。你别管咋说，我同事是不是夸你了？长得好看，赶紧去上班去吧。我今天不想去了，我想去逛街。啊，你去逛街去。嗯。逛街也行，你这样，
那个咋啦？我给你，哎呀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你等我一下啊。哎，铁棒、借我1000块钱呗哈。这钱干啥？我也没有啊。我女朋友逛街，我就借1000，过两天我就给你啊。干啥呢？我逛街去了。张总跟我说要借1000块钱，说你要逛街，逛啥街需要1000块钱呢？啊？没有，你别听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借了，你们先忙吧。走，我逛街，你跟他借钱干嘛呀？我不寻思，你逛街，我给你拿点钱。也都睡着了。阿丹，谁？淘米，快，赶紧快起来！啥事儿？你啥时候都睡着了？啊，睡着就对了。我叫你啥起来上趟厕所。哎，你有病吧？睡觉去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看淘米，我叫多的时候正好想上厕所。还有事啊？那你俩过来。你们瞅啊，像这阳台啊，能不能别把你们这个贴身衣物给我挂阳台呀？这阳台设计的多余不？你说我去还是不去？我去，我看着我多尴尬。我要不去，我那小屋憋了八区的，我连个望风的地方都没有。你们啥能不能考虑一下我这个男同胞？聪哥，这个是我的不是，下回我晾卫生间和我。你晾卫生间也不，哎，让超米出来了，卫生间也不行啊，卫生间我不也得上吗？你们就得晾你们自己屋行不行？说到，真是不拿我当外人了啊、哦！这跟五颜六色的这家挂的，不是还有事儿？等会儿这件事是今天晚上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我有点饿了。多点啥东西去吃呗，不想吃这个，我想吃点热乎带汤的，像火锅，我都忘了啥味儿了、哦、那我给你订呗。啊，行啊，你快点呗，还之前先吃啊。你订火锅完了，宝儿你订那个什么，你订点饮料完了，草莓你订点水果齐活，完我等点水，咱就一算好吧。赶紧先把衣服收了，快点，等会儿吧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太幸福了。你真行啊，咋的？你半夜饿了，我仨都不睡觉陪你都来吃火锅去。来吧，赶紧的吧，这火开太慢了，我都饿死了，就照肉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没钱了，现在要我就有钱我就请你们吃了。你别说事啊，完了吃完都咱们公司有个女的，她男朋友八卦了，她男朋友前两天给人惹生气了，完了今天她买个新车停我们公司门口，生气就送车呀。啊，自己啊当我们全公司的人面啊，直接把钥匙就递到手里。哎，这也太好了。哎呦，我当时我们公司一女的都羡慕飞鞭的。这男长样？长啥样？之前我觉得长得甩裆尿裤的，但是今天我觉得他长得非常帅，是不是有钱气流色呀？对，并且散发着光芒。哎，你说人家男朋友跟他吵的呢。嗯，不，你看啥样？我想要一个啊！我那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我去，你没吃几口就饱了啊？饱了，你们吃吧。啊、哦，那你睡觉吧，等明天我给你个惊喜。回来这么早呢？今天啊，阿珍呢？他没回来呢。还没下班啊？啊，这位是谁呀、啊？啊，我忘了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我前一天说来咱们家住那我那姐们，她叫雪儿。这位呢是我的好朋友兼我的室友张聪。哎、哦，你好。啊，那她来这住哪儿啊？住我屋呗，要不住你屋啊？这说啥呢？那什么，美女，我跟你说一下啊，正常我们这是不让带人进来住的。你是因为 CC 的闺蜜嘛，是吧？嗯。然后也算。然后那个也算破例一次了，然后就是我希望注意一下咱们的个人卫生，尤其是客厅还有厨房啥的，不要整太乱了就好。好的，好的。对了，我给你们带了点家乡特产，你看，我一猜你得给我带吃。这个特产啥的我就不要了啊，你就给他俩分了吧，不要，不太好，我不能要啊。行，我就进屋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个事儿，我不知道那个 CC 有没有跟你说过呀？我现在是谈恋爱有对象的人了。然后我希望你在这住这几天呢，咱俩就是能保持好这个距离，尽量不要发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尴尬，好吧？好的。哎，那我就进屋了。哎，那个
C C 和曹敏呢？曹敏在卫生间 ，C C 在房间呢。啊，行，那个美女，你靠点边坐呗，好吧？你坐这边，啊，完了然后我坐这边，咱保持点距离。好好好。啊，谢谢配合啊、哦。哎呀、看这啥呀？哎，我那个我去拿点香蕉，那个香蕉你吃不？给你一个、啊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啊，行，你不吃我自己吃。啊，我看这垃圾桶满了，我去倒一下吧。啊，行，那你就放门口就行了。啊，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哪儿，到时候我们一准拿去。嗯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哦，这可别整了！哎呦我的，你都笨死了呀你呀！你这样整这点垃圾，这水全洒我身上了。你那么凶干什么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要不你脱下来，我给你洗一下。